难道我们不在这边吗？不是在隔壁吗？呀，谁说的？不是之前在这个地方吗？我之前用的。你们两个打一架，谁把赢了是吧？无所谓啊，我又不受影响。我是这样，我也不受影响。打电话。下去吧。等一下。啊？稍等片刻。然后把这个六次免费的屏一录。你说太小声了，你快点，哈哈哈哈哈哈。